谢。要不要我帮你拍？好好好。我两个都是纹啊，他们是什么？宝，宝，宝是宝，宝对，然后流开在这里，是不是流后面？不是，不是流，不是流。流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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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啊，这个比较重。
他。今天人数不够多，不要灰心，我们七月八日会很多的，不是？等一下，下午会寄到那个座谈地方，会有更多人。我们现在只是把这个场地绕行一周，让大家看一看这个场地。因为现在他忙休息，好，来，走吧。休息大概七月。我带你后面。那边是可以说。他这个空间。展览空间，展览大型的展览。那这个场地保持中立，就是说里面的设备都随时可以依照他做戏剧。展览化就越高，音乐不大。它的市中心很难再找到这样的。它省的就是，这个省里面是有，里面新盖的还有几个。它其实这个案子一开始是张局长。倒是想不到，我就站在窗口上，你一直往前走，我也没办法。保留尾，跟不上你。译文，译文，我刚刚在你跟上，跟一个人就可以跟深，可以跟深，还有一个深。看这个，抱歉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今天刚才。里面有一辆车，是赛车嘞。在后面，好，我们先接，我们先接。我反过来，你要反过来，绝对有意义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我们要拍照。下面我们前后一个字，背后一个字。左边念，右边念而已。没有，他现在是愿意。阿毛失恋记。高，你后背好小。今天你好的再找另外一个人。
那可是之后呢，你的营运的经费当然都要由自己来了。这么大一个地方，要多少堆积？你的作品都卖了，还开袂，无够开。我是觉得说，要有那个这样的地方，一定是要结合自己可以接受的商业性的东西。都文化界的流氓，哎，受噶！对啊，那阵好康的拢蛮分了，你还佫敢来？我甲臭干胶就真好啦。好，你买了解吼？傲人，我拢偌济活动过啊，老出嘞，真系老傲人啊！啊，出来佫讲一几句话，叫是民族伟大的。小飞飞。小米两个。家，给你们家，然后。
后面是王德瑜，然后这边是侯淑芝，然后这边有些我不认识，然后还有那边有，赖成纯，还有那一位是那个摄影工作者啊，肖永胜，还有那边还有拍照的那个陈彩华，还有在这实验的赵文琪。赵文琪那么，也许我们。
要申请那个张明达会员。没有用，没有用，你再留着。像今天大会所谓说还有这个频率，但是呢，不管是会不会有调和，不错。那原因是因为这个事情确实相当啊，后面会涉及到政府之间的这个将来处理这方面的关系。四政府内部对这个立法，目前为止并没有正式讨论，就说四政府内部没有正式讨论怎么来处理。所以下场所说的应该有异常。那这个案子是这样，因为我是主管这个都市发展的这个部门，那在市政府里面也是努力在帮忙台北市的这个艺文空间，就是文化空间的艺文空间。那我们过去曾经一直在想，就是说除了一些展演的场所，也想说这个艺术家创作的空间，因为艺术家可能需要用比较大的空间，知道台北又特别贵。那如果让它远离到台北市中心以外呢，还有一些都市之外的东西，对这个艺术创作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所以我们是除了展演那个，我们在帮艺术家找这个艺术生产的空间啊。那另外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也希望说在国外的一些例子啊，就是说能够再研究，找我们市政府的这个老旧的这个房舍啊，然后再找这个工作，目前我们才继续在进行。那一直进行到最近就是五月的时候，因为另外一个案子，立瓦也打算要迁到这个地方，那那个时候我就邀请，特别邀请我们同事说拜托他去看一下。那么当时的建筑师就帮立瓦也规划的建筑师，他也来到这个地方帮我接手。那我是每天从这个新市北路高架走过去，我就看到这个建筑的形状很特殊，那以前这个地方就是华山的车站。这个跟这个公卖局的这个仓库，所以我来了看以后，我自己就心理上就觉得说，这个地方不能够拆掉，这个地方不能做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啊，应该把这些建筑啊，把它整修，然后变成这个一个好的一个古老房子。那我一直认为说，台北要变成一个五大城市，并不是它有五大地方的，地方到处都有好。但是像我们看到几个重要的城市，像纽约这个苏德苏罗区，像这个旧金山的渔人码头附近有一些，像那个什么沙丁鱼罐头、沙丁鱼罐头等等，欧洲也是非常多这些东西。那我们这里说，像这种仓库啦、工厂啦，这种旧的这种建筑，它这个空间很大、很宽，形式也很特别。所以如果能够把它整修整修，全部提供给这个艺文界人士，不管是他的艺术创作、生产，或者他的展演，或者是甚至艺术家这个聚会、碰面，互相这个交流一个地方，或者是艺术跟社会能够接触的一个地方啊，我觉得这对我们台北市有非常有价值的。所以我看完以后，我就有这种感想，就觉得说，立完似乎不太合适在这个地方。后来因为当天的时候，也有几位艺术家跟我一起来，他们看了也有大致有同样的这种看法。所以大家就觉得说，是不是这个是值得努力看看，就让立法院不要来做。可是当时的状况是很危急的，为什么？因为立法院已经要讨论那笔预算，就立法院在下个年度已经编了240万的这个经费，240亿的经费，而且已经通过了，就是党政协商的时候啊，各政党啊似乎已经同意了，就是说立法院编这笔钱，然后这笔钱里面有其中140亿啊是要买这块地。这个地是什么地呢？是烟酒公卖局。他讲他要其中140亿的这个烟酒公卖局买这块地，然后另外100亿左右呢，就要盖新的这个大楼。那当时在我们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，已经就是要讨论这笔预算，所以是非常的紧急。那时候在因为另外一个案子啊，就讨论我们的奈路圆环改建的案子的时候，在这个怡丰公园啊，跟几位艺术家讨论过，大家的看法是觉得说。艺术界如果这个时候不发出一点声音的话，那可能这块地就变成立法院的用途。后来还好是什么？还好因为是山上在修建，那么有关当局啊考虑到说，如果山下也再继续开这个立法院的话，那就会前世一片混乱这样。所以后来他们就把这个立法院就变回来，把它延长会期，就是要讨论这个案子，就把它取消了，就是延到9月去。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是有一段的时间可以来重新思考。跟讨论这块地要怎么使用的这个问题。那我看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，我这个
这个是一个艺术界的一个运动，就是说这是一场这个重要的这个召开战，这个战。如果台北市最市中心的这个地方，从原来是要给立法院、给国会的，好要国会迁出去，然后最后变成给文化界人士的使用的地方，单单这个事件就足以使得台湾的艺术界啊，在全世界的这个艺术圈里面，让人家都觉得奇怪。就是在台湾的艺术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或者台湾究竟是一个什么社会，怎么有办法让一个国会的把他们让出来的艺术界？所以这个意义就非常重要。那我个人是比较从事行政方面，是比较从行政的可行性上面考量。那我目前的觉得是这样子，这个案子在立法院讨论的时候三个党他们有不同的看法。这个新党的党呢，我知道的是，从以往就这个预算并不是今年才编的，这个预算在几年前立法院编的，但是曾经在立法院说被立法院本身把它推翻。那当时的新党的党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反对立法院盖新的大楼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民进党的党员，我所了解的是，他们也是反对立法院在这个地方盖大楼。可是因为他们在公共电视的这个法案上面跟国民党有这个协商，所以他们打算就是说，基本上是反对立法院来这里，但是呢，他们开放他们党团成员投票，就是说不用党纪去约束每一个人要投反对。那国民党内部是这样，就是说，他主要当然是赞成，就是极力希望能够赶快来盖这样。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在这里呢？也是见解非常分歧。分歧的原因是这么认为，是认为说，第一个这个地方有几个大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它后面有一个金山南路高架桥，对不对？那旁边有个市民大道高架桥，所以它现在这个建筑的设计啊，是坐东这个朝西，朝西就是面向火车站那边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就是说你看了这个国会这个建筑怎么设计啊？就是后面有一条高速公路，旁边有一个高速公路，把它围起来，这个景观就是非常难看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它北边的这个是我们的地铁经过，还有一个大的一个排水管经过，这底下不能够再开挖，所以呢它不能够利用，不是很好用，所以它就必须把建筑往南侧这边来不断设计。那因此呢，这个建筑盖出来，他们的有些地方不太喜欢这个建筑，所以这建筑是不像国会，因为要迁就这个基地，不像国会，它不是非常的满意这样。换句话说，国民党内部有支持的，那么也有不同赞成。但是呢，整个立法院来说，对这个新校的这个建设啊，并不是多么的重视，就说大家看嘛，不要来一个很大，就这样。所以积极推动的人，他们做的多，就推动，其他人就不是非常。多少注意这个，但是没有说很投入、很关心这样，所以状况是这样。那我们市政府的这边的想法，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说，如果立法院他愿意改建这个新的这个大楼的话，那我愿意帮他去找地，而且找到一定这块地还好，第一个还好，第二个还大，好，第三个还便宜，所以他不要花到140亿。那这个我有把握，这个我有把握。我们现在有几块地就是属于这种状况，他们应该会可以考虑的。第一块就是这个空军总部那块地，那块地大概6.6公顷，这个质量稍小一点，但是它是在市政府跟总统府中间的这个位置啊。将来台湾这个政治形势这改变就不晓得变成什么制。那不管怎么样，那一条路是很重要，它在最终的也不错。那空军总部兼决定要迁到大直去。大直那边本来三间大学，三间现在整个已经全部迁到桃园了，所以那边已经空出来了。空军总部就随时要准备要搬到大直去，所以那一块地可以考虑给这个立法院。如果他们喜欢在我们台北市中心的话，那块地可以考虑。第二块地可以考虑的地方是在哪里？是在这个关渡平原的南边，就是原来美国学校，它在双溪那对面的一块地。这块地我们台北市政府正在把它规划，叫做媒体园区。媒体文化园区，它旁边有一个地区是中央政府的第二联合办公大楼，还有中央政府有很多机构，他们在那温莎甚至给他租房子。那他现在在这个市中心里有一个第一联合办公大楼，他现在盖一个有24万平方米楼地板的这个第二联合办公大楼，他在这个中央政府将来行政区啊，在那个地方。所以行政区既然在那个地方，如果立法院去那个地方，它运作就很方便。
就会把它包掉。那那一块地是我们市政府地，所以我们的构想说，如果他愿意去那里的话，那他原来背了140亿的经费，他就交给我们市政府，我们市政府就把那个地卖给他。那我们拿这140亿呢，来跟烟酒公卖局就卖给外地，原来他就是要卖给这个立完了，卖给我们是一样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按照大家的期望来把它建设成他的文化艺术特区了。那这样这个问题也可以解决掉。那立完拿的那100亿啊，再到那个地方去盖，绝对可以盖出比这地方好。大家知道，像立法院是全国的国会议员来的，那他的执行对象是中央部会的首长。事实上，在这边有问题的，什么问题啊？比如说，你有紧急的会议要开的时候啊，那些部会首长没办法来到这个地方，啊，或者是国会议员要临时返乡了，就要回去。比如说，我的选区在台东，那他这样就是坐直升机的。那像直升机的停机坪，在这边都没办法规划。那如果你在关渡那边的话，那就可以设这个直升机的停机坪，所以他运作。第二个就是那个地方是将来所有的这个台北市的媒体文化中心嘛，所以是有线电视都会集中到那个地方去，所以对他们也是非常好。新闻局在那边有新闻大楼，还有这个国家广播电台等等之类的。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，我们应该可以说服立法院说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啊，那把这个地方留给我们艺术界来做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我市政府内部也还没有讨论说不方便。就是说，代表市政府来说这个。不过假设，立法院愿意接受我们这个方案，艺术界的一个方案的话，那么市政府，我的工作就是努力去说服市政府说，我们就等于是把关渡的地放回到这个地方来。那这个是我愿意去努力来做。不过对我们台湾的政治的这个生态有所了解，就是艺术界一定是一盘散沙，就是，所以对这个政治的形成没有太大的这个影响。那我是建议说，把这一个事件当作是艺术界团结的一个重要过程。如果是今天只有30位的话，一个礼拜以后一个人找10位来这边看完，知道觉得这样真的是很好，很适合做艺术作品。那可能2个月9月他们开议的时候，说明你有1000位艺术家这样子出账。如果是只有100位艺术家，这个没有任何影响。只有1000位艺术家，我敢保证，立完绝对会放弃这个。这是我对台湾的政治生态的。那我们市政府该努力的工作，我市长已经在展开一些努力的工作，就跟大家报告到这里。就像我刚刚讲过的啊，因为张局长他本身身份的问题啊，以及这个事情啊，最后还是要经过那个陈水扁市长的一个认可。所以目前呢，这些东西啊，我们不需要去对这个张局长施以太大的一个压力，因为目前对我们来说，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是集结艺文界的力量，去说服立法院不要用这个地方。只要这个东西我们做到了，啊，那么接下去之后呢，张局长他才会比较有一个好的一个着力点，他接下去做。因为如果说立法，我们连我们自己艺文界都集结不出来，让这个立法院说 OK， 我们不用这块地方，那接下去都不用，这有什么规划都不用谈。啊，所以我希望说，借由今天这个聚会呢，让大家对这块地的背景以及它日后可能的发生一些状况啊，我们大家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认识。那么之后呢，我们也许在。